昨天，七七开始了圣遗物本坐牢，做了森林书任务的一部分，常驻保底出了四封原点，等级来到了46级。经过这半个月的爆肝，七七攒了153抽，今天终于可以抽卡了。那么，开抽，仙丹抽几发出一个子，然后再试连抽吧。这不对吧，距离上次出金才两抽啊，这个灵华相当于白送了。好吧，平复一下心情，继续抽深河。得七个十连没出，那就单抽吧。小保底没歪，星辉换一个星球，然后继续追申鹤一命。相比武器一命的申鹤更加稳妥一些。出金了，会不会歪呢？好吧，歪了个迪卢克，把新角色拉到20级，再抽一下长柱，没什么收获。那么清点一下战果，两发出的灵华，78发出的申鹤，然后79发歪了老爷，砂糖三命，米卡二命，猫猫四命，还抽到了一把祭礼剑，总的来说收获不错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申鹤的一命了，先把需要的角色等级拉起来，刷一下材料。粉丝十分热情，进入七七的世界帮忙。60级，天赋拉一下，换上了天幕影打刀，圣遗物三套先凑合用，然后稍微做一点森林书，探索虚拟。好啦，就先到这里吧。今天同时抽出灵华和申鹤，更加坚定了七七满心深渊的信心。那么，明天加油。